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今天来到这个三好门市啊，三重的三好门市，小图呢出现了盖欧卡还有拉蒂亚斯。那我呢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盖欧卡，我今天呢算是人生第一次遇到，看有没有机会没喷啊。这个草这个石头都非常的小，然后我刚刚选的是原路杀吧，我记得哦。如果把原路杀这一格先拿掉的话，那么等等呢，这个在正式进入的时候，原路杀那一格呢，就会被需要被填补哦，比较有机会再遇到五星的，因为毕竟是1/16的机会嘛。我随便遇个盖欧卡或是拉蒂亚斯都不错。好，来看一下周遭有什么宝可梦呢？哎，看到了盖欧卡，难道是靠边嘞？居然是一只。哇，是一个二一组合，而且这个原路杀又出现了、啊！天哪、啊，你为什么又出现了、啊、？Oh my god！ 好吧，我们知道派出呢闪电鸟加上露奈亚拉来教训你一下。那我这边呢做了一个操作，我两只都抓到，然后我选择先把三星拿掉，我想要拼一个一星交换，结果呢他居然不给我交换。不过有没有机会？有，还有新的宝可梦气息，就当做呢是二玉的这个入场券吧。好，凡事呢我们都往正面想来。气势直接按到777，有没有机会来个 lucky 777？但是没有。不过固拉多的好朋友盖欧卡会不会出来呢？海王金难道是盖欧卡？碎了。威力呢？4700的盖欧卡，原始回归之后可以到达5000多。好，那我。特地呢是为了准备这个面对二战的盖欧卡，所以呢丢出一只闪电鸟。那只闪电鸟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特殊攻击系统的，纯粹呢就是靠自己的能力硬打。有没有办法转一个50？50没有，差得远，只有10而已。而且我觉得闪电鸟的10特别多，好吧。打雷，那么打雷的技能是120。其实算是这个雷属性的技能里面算不错了，但是呢，命中这个伤害提升只有10而已，所以非常的打起来感觉挠痒痒啊，非常的激烈。再来看一下我们月神露奈亚拉的表现，能不能给我一个35？漂亮，攻击力提升35，威力4800，能力值4800的暗影之光来了。其实我觉得月神啊蛮丑的，没事呢，我是不太想用啊，但是因为他。难得这妖精系啦，有妖精系的技能，还是把它拿出来用吧。好，换盖欧卡的进攻，直接按下防御提升，准备接招，我准备顶住，可以顶住吧？感觉很痛哎、欸，哇天哪，这个技能感觉很痛、啊，来了毁灭性的爆发海潮，撞过来了，顶不顶得住？哇，被命中要害，还顶得住，还顶得住，还行还行。那这一波呢，闪电鸟直接打雷应该就可以收掉了。来吧，50，哇，又是10，天哪、啊，这么多10啊，有点不公平了。看一下能不能按到900，看起来是痴人说梦话。闪电，哇，居然失误，直接让他躲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只能请月神来收拾他了。那听保友说啊，比起盖欧卡，固拉多还是比较强一点。但是纯粹收集啦，能够收集得到就好了。来吧，暗影之光，冰锐，咻！你顶得住吗？直接命中要害下去。补货时间，老板补货啦，来看一下能不能推一个，至少来一个高级球怎么样？超级球也可以啦，我觉得超级球能下就下。哎呦，说什么就来什么，第一把。超级球有没有机会？我昨天看到有人第一把超级球直接下掉这个暗黑球雷姆，一下两下，哦也直接喷出，没救了。旁边这个三星应该也是没办法交换。好，那我呢来看一下下面这个，为什么突然有个北北开始快投了？这个北北呢他是说啊，这个如果呢这个刚下的五星啊，你马上快投是有机会拿出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都市传说有没有验证。好、啊、了，马上就紧接着快投，而且投的手速很快。我说那如果前面就投到怎么办？他说对耶，哇、哦，直接发光，第二回合出来的是盖欧卡，直接被拿走。好了，我们祝福他，我们感谢他让我们看到这个
学习到这个知识啊，下一次呢，你就会看到很多人五星一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快投，疯狂快投啊！里面呢还有一只拉蒂亚斯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顺利把拉蒂亚斯给拿出来。但毕竟呢，已经抓到一只五星了，就不需要再投了啊！那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